大家好啊，又到了本周林海秀的时间了。在上周呢，其实我们一起回顾了第一季我们的歌的一些非常精彩的舞台表演啊，当然大家也看到了一点点啊，上周播出的 A 组盲选配对的一些花絮。其实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这支摄制组也非常的辛苦，他们跟了我整整两天的时间。今天将是上周我们的 A 组盲选配对的全部的幕后大揭秘。而且你也将有机会看到即将在今晚播出的第二集的一些精彩花絮。声音状态真的好到不行，你能相信他67了？因为看到 B 就特别像。就这个歌，分一下吧。来，那个话，来，请按键。来，现在不用解释啊。我躲在后面。OK。来，音乐准备，3、2、1。那你声音可不可以大一点？太了解了。
但悲哀里心无用多希望，君可见万天落霞，被你世界似雾化。君可见万天落霞，被你世界似雾化。校长肯定还要再试一下，我继续唱，你自己唱就可以了。我就是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前面一骂一骂，对，前面一骂，我就后面，我后面那一段，我不知道李子欣跟什么时候进去，我来，进我。我听他的歌应该84、85年，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那个细节，就是我那时候在体校，我体校的生活是半天文化课，半天训练嘛。然后因为之前在一所市级的重点中学，所以对文化基础还不错，所以那时候一天到晚逃课，对，大家不要学哈。然后就有一天逃课回去，回到宿舍的走廊。我听到有一个音乐飘过来，那时候我还没怎么接触过广东歌，然后就觉得哇，好好听，唱的是什么？然后我就站在那个寝室的门口把那首歌听完，然后我努力地记那个旋律，但那个时候也没有说啊可以搜啊立刻那个怎么样，但我就那个旋律我就记住了。后来，每次我觉得已倦疲。每次我痛苦和心气，你对我说不可以跌了不起，你对我说我用的了啊，对对，反正就歌词现在有点记不住了。然后后来我结束了那个体校的生活，回到原来母校，原来母校是在我必须回家的路上要走淮海路，然后我有一天就经过妇女用品商店，就听到那个里面又飘来那个歌，然后我就赶紧冲进去，就问是你们在放的是什么歌，然后那个营业员然后可不可以打字，我就看来我们那个装置的那个按键的灯，就是谭咏，一会儿当时的一盘盒带，好，叫谭咏麟金曲精选，广州出的，然后那时候没钱嘛，然后就我记得是9.8一盘的袋子，对，然后这两个月爸爸妈妈给的零用钱5块钱嘛，第一个月不用，然后第二个月一拿到5块钱就去买了那盘袋子，那首歌叫《幸运星》，对。一身落教，常判别放弃与拥有，耗尽我这一生，走不到已跑。喜欢唱歌的人其实就是有舞台的那样的享受的感受，谭校长是8:20进来的，现在是9:20，已经唱了一个小时了，对，还在跟音乐组在不断的沟通。我记得去年我们录的时候，费玉清跟阿云嘎他们练那个卷珠帘唱了40多遍，2个多小时，我们到后来就都陪不动了，对，他就觉得不够完美，对，他就是要唱到最完美，对，其实我们已经听不出太多的第一遍和第二遍有什么差别，但是他始终觉得一定要那个，对。林老师是这个样子的，鉴于你是我们的歌的主持人，所以呢，我们预设您对所有的艺人都非常了解，是这样的吗？必须说实话，也不100%。啊，因为有一些新人歌手还是要事先要去做功课，嗯。那您觉得您比较了解的是哪几个？今年吗？啊哈。今年听着他们歌长大的，基本上前辈歌手，大家基本上都听着歌长大的。所以你觉得这些听着他们歌长大的歌手，你应该会比较了解？你是要挖坑吗？没有。啊？没有。为什么那么不自信？来，有问题放马过来。那么现在谭咏麟也玩微博，
你知不知道他在微博上发的最多的照片是踢球吃东西，他就这两个爱好啊，不是在去踢球的路上就是在去吃东西的路上。嗯，还是听听我们的选项吧。好， A 自拍， B 美食， C 足球。自拍，自拍既包括了美食也包括了足球。对，自拍。那么请问他的自拍中最多的是哪种类型的自拍？ A 刚起床睡醒的脸的自拍， B 仰45度仰天自拍，斜45度仰天自拍，斜45度仰天自拍。刚跑完步浑身湿哒，斜45度仰天自拍，斜45度。 No， 他都是怼脸刚跑完步浑身湿哒哒的自拍是最多的。真的吗？嗯，他非常爱运动，然后运动完以后就完全不会说不顾形象是吧？对，就是怼、怼大脸。好，那么能不能推荐一首你最喜欢的？你可以找找看，有一首卡拉 OK 版的朋友。那我之所以推荐这个给大家看，是因为那个时候是他们香港明星足球队去韩国比赛，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熟悉的脸，陈百祥啊，曾志伟啊，任达华啊，你看那帮人年轻的时候的样子。和你同路，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，默默以真。然后他有一个卡拉 OK 版的歌叫《雾之恋》，我之所以推荐这首歌是请大家认一认这个 MV 的女主角是谁。那个是有故事的，那个里面他演一个杀手。那个 MV 是当年还没有出名的一个 TVB 的小花就来配合演。对，后来那个人成了歌神的太太罗美薇。刚刚阿迪科在彩排的时候穿了一套绿色的衣服，那你可以猜出他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袜子吗？玫瑰色，玫瑰红。我刚刚有注意，那个算玫瑰红？玫瑰红啊，暗玫瑰红啊，暗玫瑰红啊。不想说自己是色盲，你就 say yes。真的吗？我们有拍下来。暗玫瑰红。这个差异我们到时候看一下镜头里面好。对，暗玫瑰红。你对他这身那个装束 ，fashion 啊，年轻啊。那你会这样配色吗？我掌控不了绿色，所以我很少穿绿色的衣服。所以我和春天其实穿绿色挺好的，有没有考虑？我和春天没有穿过绿色哎，好像。那今年会考虑吗？不会，我穿的像一条菜青虫。钟镇涛脸上有一颗痣，请立即点出这颗痣的位置在哪里。哦，连左边右边你都搞得很清楚。哦，是因为你一直很粉他，所以非常清楚他的脸。不是，你要知道他当年有多红啊！在你小学的时候，他那个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蝉联上海地区当时的排行榜30几周的第二名。第一名是谁？第一名就一直换，他就始终到不了第一名，所以我很清楚30几周第二名。30。对，然后他每一次当时就反正来内地演出，大家就一定要听这一首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》。对对。那么现在推荐一首你最喜欢的钟镇涛的歌。其实阿碧哥，我当年我很喜欢他的有一张专辑，就是收录了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首歌的这张专辑，这张专辑的名字叫《诗人与情人》。在这张专辑里面他有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，在这里也可以透露一个秘密给大家，就是去年我们其实有一个遗憾的，去年我们除了请费玉清这样的歌坛常青树之外，我们其实去年谈了很久，几乎已经谈成，后来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录制的时间段发过去以后，那一位我们要谈成的歌坛宿将说他已经那么大年纪，怕可能经受不起那么密集的录制，所以最后婉拒了。那一位就是黄莺莺，所以钟镇涛跟黄莺莺有一首非常好听的对唱，叫《日安我的爱》。那个时候，如果一定要选，必须两选一，你是喜欢谭咏麟、李克勤的左邻右里，还是谭咏麟、李健的左邻右里？哦，这个题真是一个杀人题啊！对啊，送命题啊。嗯，从可能性上来讲，音乐的可能性上来讲，我更期待谭咏麟李健的左邻右里。因为可
能会有很多种的组合。对对对对对，火花会不一样。你觉得最想听他们唱什么？是一首老歌，大家很久没听了，叫做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，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，童安格当年的 那首歌。对，李健，你不知道这首歌有粤语版吧？不知道，我只听过童安格版。这首歌有粤语版，这首歌而且粤语版是男女生对唱。男女生？对，男生就是谭咏麟，女生是谁？关淑怡。哦，关淑怡。李健最怕的动物是A 鹅 B 猪 C 牛。怕动物？鹅什么？鹅猪牛。鹅吗？猪吗？他怕猪啊？为啥？我还做过安过那个有线电视的放大器。去哪安呢？在电线杆上安。我记得我在石家庄待了3个月吧，要天天做那个工作，要爬电线杆，还去，因为农村很多杆旁边下面就猪圈什么的，我特别害怕掉下去，但猪太可怕了。当时猪有什么可怕的？猪太大了，那猪那猪当时我特别害怕，那猪特别大，然后扔一东西好像10多块它也吃，当时我太我特别害怕当时。然后好，推荐一下李健的歌。健哥啊，健哥我很喜欢，他有一张创作叫《音乐傲骨》，《音乐傲骨》里面的第一首歌我就很喜欢，叫《一往情深的恋人》。我一往情深的恋人，他是我的爱人，他说与我相爱以后，是他最美的。大家好，这里是东方卫视，欢迎各位来到方明乐队中国人之声。我们的主持节目是由快乐。好，您还有什么可以附录那个开始？林翰老师来了。我们先录的是第一段，第一大段里面，林翰老师从中间往前走。现在呢，第一组王唱搭档已经产生，接下来他们将在彼此未知的情况下，蹬台。好，你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蹬台。开始了、哦，各位，我们等了那么长的时间，但是好饭不怕晚啊。好，所有的老师请就位啊、哦！我们准备了，来，林海老师可以 Q 了。好，各位，请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啊！稍等。好，我说有请欣赏他们的表演，请你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。我现在是先请就位啊！对，好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坐在中间的不划算，啊、嗯。溜边的两边大概看得到是谁啊，这边会出来一个，这边会出来一个啊。好，来，两位歌手请就位。来，全场的 You Best 先生品鉴人们，请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晚的第一对盲配歌手。雷声风雨打，何愿多牵挂，双弓正白壁步下，行事只得坠落也。一生何求，长盼越放弃越拥有，耗尽我这一生，捉不到跑开，一生何求？迷惘里永远看不透，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。
是我的所有，不再强求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已经从一月份，去年前年一集都没有停过，我很多几十年没有停过那么久了，多少天了？那么几个十个月没唱过歌。那要不现在再唱一首？哎，我跟你合唱，我跟你合唱，我跟你唱。走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我们越过时空相见，每一分钟换成一年，究竟能有多少缠绵？就在半梦半醒之间，还有明天。现在没有吃东西啊，那就没吃饭嘛，对吧？这个比刚才的干粮好。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什么歌啊？哎，你老师还没到、哦，你迟到先生吗？没关系，对，那么多唱一首。唱什么歌？爱在深秋。爱在深秋，现在这个时节唱爱在深秋了。你我，你会吗，老师？爱在深秋。什么调？什么调？与我面对着决定分手，不睡我要加以挽留。不需为我假意挽留，如果情是永后不留，怎会分手？以后让我倚在深秋，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，回忆在这一中的你，今天曾泪流。好了，我看那个李老师会很快到了。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闭着眼的狼，你是我的礼物，是我嘴里的羔羊，我抱着同伴独自流浪。好的歌啊，好多年，好的歌。我告诉你，我真的不能停的，我会跟你们唱歌，一起用我的歌追着你们，追啊，不是你们追我，我说追你们，把你们追了是八，我的八十岁后，
讲不出再见的基本上是校长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，就唱完就拜拜了。哎哎哎，你们家里，我记得我有一趟，也应该在上海或者是在北京，我太受你们现场的观众的朋友感动了啊。上海忘不了你，哇，那都记得那么清楚。忘不了你眼中那闪烁的泪光，好像值得我所望。我茫然走错了地方，不肯回头望。羡慕的心化成雨中的你，隐隐的小雨，雨打红中莲花流转。李老师来了，掌声鼓励。我想着他可能会也会唱这首。忘不了你眼中那闪烁的泪光，好像值得我说谎。我茫然走错了地方，相信却又不能忘。舍不得心化成雨中的你，隐隐的小雨，雨打风飘年华流走，茫然睡梦中。谢谢两位，哇，今天真的，今天是超级啊，真的，好享受。我都没听过他唱我的歌，我发现我记得您的歌词比您记得还老一些。不好意思。好，我们来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来了啊。虽然你们坐得很远，我都听到你们在说我什么的，因为我的耳朵是非常八卦的。靓仔伦是我的乳名，小时候的乳名。好了，坐得累不累？站起来松一松了。站起来，哎，对对，把手跳一个广场舞，手用手来跳，哎，广场舞，对。YMCA。对啊，真的要有时候过太久不行的。现场导演，应该多给一份工钱。啊，对对对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觉得我向校长的年龄，应该向他学习，有活力，有这种很乐观哈。校长说他永远25岁，绝对是。我觉得我有个心愿，我只要像您这年龄之后，我永远保持52岁就可以。妹妹，我欢迎你加入我们那个永远25岁的大家庭。哇，一定要有这个心态。才能在台上，那有台下收会费吗？啊收费吗？不收费的，好不好？不，我有个疑问。那是有秘诀啊！你什么秘诀？我有秘诀的啊！我是吃那个防腐剂，那是某一种方便面的那方便面的，对对对。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叫温拿五虎？难道这五位都是属虎吗？哎，不是，不是啊。你需要两位啊，我跟弹贝斯的阿强是舒服的，你也是啊。对，我可以加入温拿五虎啊。哎，你可以啊。啊，对，真的。因为我也属虎。你也属虎。对啊，我们的生日差一个月。哦。校长是8月23，我是9月23。对。差了80岁哈。一定要。我希望就是有一天能有机会开演唱会的时候哈，请校长来哈。哇。说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因为我去年演出的时候想过，但是一直不好意思，因为以前只有匆匆一面之缘哈，而且我这一直这个脸皮很薄哈啊。
薄皮大象那就说定了呗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校长真是什么时候对什么时候 等那个咱们疫情过了奇来的什么春天，奇来的春天，奇来的春天，你会唱吗？有人将一滴爱牵着飞梦，从前的一个梦不知不觉再恋上，迟来的春天不易去爱，无奈却更加可爱，你又得他爱自由再有一桩，望见你一生都不会忘，为叹相思不着时。哎，老师，噔噔，小的时候唱太熟了，我相信有很多歌曲，我能唱的校长已经唱不了了。什么意思？您肯定不记得了。什么歌？传奇。No 啊。你望着我。你态度带着怪异，单身爱总要怀疑。凝望着你，我说愿意任何事，完完全全尘封我知。你有情，恨我有意，真的话不可以，同样的。可以拥有蜜意，情义两心知吗？哇，对对，当时连他也知道耶。哇，三句半应该知道啊。情义两心知，同龄人。我们今天是不是在这捣乱的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今天所有的观众真的来着了，我的天，太多花絮。谢谢你们。其实我们很怀念。校长那个时代的香港乐坛，我不是说今天不行，是我觉得那时候的歌更好听，更优美，而且每个人唱都很好，而且每个人金曲不是说只有几首，经常都上百首。我还要告诉你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，辨识度很够。对啊，而且对音乐也不复杂，对，很简单。很简单，而且人们很优美，太优美了，优美是最难的哈。优美简单就是好。哎呀，欢迎来到艺术人生栏目。啊，对他们一直想让我问你，为什么你叫迟到先生？因为以前啊，在下不是读书，什么在迟到？听我慢慢辩解啊。以前不是知道的东西多一点吗？哈，人家说你能白活，就叫知道先生。不是哪天冒出来一个口齿不太伶俐的一个人，就把这个知道变成知道，知道变成迟到啊。那个可能是我了。后来也是干脆就也偶尔反正也迟到。对，还有一个解释呢，是这样哈。老师在不在？秦老师在不在？来两个 call。我们来试试看能接不接得上。以前不是知道的东西多一点吗？哈，人家说你能白活，就叫知道先生。不是哪天冒出来一个口齿不太伶俐的一个人，就把这个知道变成知道，知道变成迟到啊。那个可能是我了。后来也是干脆就也偶尔反正也迟到。还有一个解释呢，是这样哈，健哥呢曾经在做歌手之前，他曾经是我们的同事，啊，因为他曾经在广电总局工作过，当了3年工程师啊。对，哦，真的。所以对于歌坛来讲，他是有一点迟到。啊，解释太好啊，解释太完美啊。是这样啊。我想问一下校长，您出道的时候是？最早是以温拿五虎的时候，我是乐队出身，乐队出身啊。那您第一张专辑叫什么名字？温拿的唱片还是我个人的唱片？个人的反斗星。反斗星。第二张是那个爱豆里发狂。爱豆里发狂。那张唱片是长头发，有点红色的底。
嗯，我不过可能买盗版，可颜色不太一样。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我在想，黄色的背心儿，啊，特别的长头发啊。啊，那对了。第一首歌就是那个，我爱你，爱你，我发狂，发腮狂啊，发腮狂，要发狂。我你。其实第一次来内地是哪什么时候？90年，什么地方？上海电视节。校长唱，对，校长来唱一首歌叫《理想与和平》。理想与和平。To be number one。Yeah, to be number one。意大利之下，原曲就是意大利之下。我也听过，而且我还记得有一年，1999年，校长参加过春晚，穿绿色西装唱。央视春晚。1999年好像。九一吧。九一哈。确定吗？1991年。春晚嘛。对对对。而且当时唱的是普通话的版本。版本啊，对，普通话可能来上海那次就没走，可能就把春晚就录了。我印象很深啊。对，但我们也很开心啊，觉得春晚上出现我喜欢的歌手是很高兴的。真的每年以前春晚的时候就盼着今年会出现谁。我后来出现春晚都是事隔20年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能不能够向两位发一个邀请？那个东方卫视很快就要跨年了，你们两个人要不要跨年合作一把？我们不要等迟来的春天了吧？他是校长，我是校长助理，我听校长。暂时不晓得，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些工作呢。了解。看这个疫情是怎么样。了解。你看校长多认真。很认真。很认真呢。你应该说，主要看你这里吃的好坏，吃的好就来，吃的不好就不来。老师在不在？在。秦老师在不在？在。来两个 call， 我们来试试看能接不接得上。合作就不是他。对。这是那个，这奇怪，怎么这个是很像，从来没有喝过的咖啡。老师在不在？在。秦老师在不在？在。来两个 call， 我们来试试看能接不接得上。我们的歌。我只能重复了。我们的歌，我们的歌，来自校长和我，还有他，还有你，现场的每一位朋友。然后是提莫唱，因为我唱不下去，我觉得提莫可以唱，因为他的声音嘹亮。知道老师们喜不喜欢，但是站在这里
就很开心。很好啊，真的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这个钟镇涛刚才没跟你配上，真的。之后有机会，之后有机会的，我要争取一下。他的声音，听我的声音很有点童声，像小孩儿。其实这种声音是很美好的啊。这是咱们歌吗？先喝。来来来，好，我们先喝会儿啊。我要喝李健老师特别推荐给我的，那个咖啡，很香很香的咖啡，我现在已经闻到了。手冲咖啡啊，考虑到天色渐晚啊，所以没有那么浓啊。归下手洗，哎，你怎么这么了解啊？啊，太厉害了啊！滴滴香浓，味道好极了啊！黄辉，黄辉啊，这是喝错，这不是咖啡。对，这是那个。这奇怪，怎么这个是很像？从来没有喝过的咖啡，这是那个治嗓的那个，我都不行了，怎么讲？叫单丛，对对对，单丛，广东一带，汕头一带，单丛，对。哎呀，我以为这个突然间有一种咖啡是从来没有喝过，混血啊，混血。还闻得很香呢。你的话都让我出汗了，哎呦！校长，你看咖啡来了，但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，就是你得先把这茶喝完了，才有杯子能盛咖啡。哇！不知道你那么先干为敬，还需要尿尿的，这个是啊。哎呀，这回是正宗咖啡了，我不能老糊弄校长。这个真香，真香啊！对，这是哥斯达黎加的。哎呀。让您向您学习。哦，这个回甘真的不错的。回甘，这是好年份啊，1982年。82年的。82年的。嗯。一喝就喝出来。对。82年的法国。跟拉菲一样啊。跟拉菲。对。不是咖啡，不是拉菲啊。82年的咖啡。嗯。咖啡好啊，我每天得喝4-5杯咖啡。那么多？嗯，越喝越白啊。真的吗？哎，啊，没有。再说，因为我起床，但是我看你可以，因为我起床就要喝咖啡，好像能够苏醒。再次感谢各位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好，谢谢各位老师，谢谢我们闺蜜，稍等啊，闺蜜先不动。那么你现在 A 组是这样一个情况啊，然后B 组你觉得会录的就是会有一些什么期待吗？对你来说？我不太会去特别的预计啊，因为我觉得，我会把我录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就是把我自己要做的功课做足，但是我不会去预期或者期待是什么，我觉得。都是热爱音乐的人，在台上什么样的可能都有，我唯一要做好的事情就是把现场的气氛调到最好，让他们的表演最精彩，我觉得这就是我做的，所以我不会去特别去期待谁，或者说去期待那一场怎么样，因为今天你再怎么期待，现场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你不可预计的。